知的从前变成怀念，后来习惯孤单房间，看着电视剧流泪，大结局从来勾线。从前你翻山越岭来陪我，感动一整个夏天，直到后来没有再热恋，只剩下回忆的照片，那些有你的从前，每一个白天黑夜，快乐的热情它从不会减，爱的明显。从前你会突然的抱紧我，好像拥抱全世界，直到后来变成平行线，只剩下简单的照片，那几年留在心间，足够再熬过几年，直到我们只剩下了从前，后来的从前。我倒要看看这里有什么秘密呢。公主，我倒要看看这里有什么秘密呢。公主，时间它消失不见，想回去的从前变成怀念，后来习惯孤单房间，看着电视剧流泪，大结局从来勾线，从前你翻山越岭天海大师，还要暂时结盟吗？
不然感觉好像有点卡呢。对方马律调一下，是不是看着有敌人？看我眼神。有敌人在我附近，心无杂念，行路也将势如破竹。我将前往此处，狩猎随时开始。得用一下五倍侠，这是你自找的。狩猎，你做的还算及时，好多了。不拿上这些，九合萧条，万境中没那么容易。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吗？他变钝了。又有敌人要倒霉了。原来我真的没带着他。暗域即将蔓延，这东西还挺方便。极阴之力，毁灭一切。
游戏是不是看着卡呀、啊？游戏的界面是不是看着卡？一会儿把码率改一下，是不是要改一下？过来啊，这里有人。眼睛看着吗？开始狩猎，得做好万全准备。一会儿把马力改一下。哼，短暂的忍耐。有敌人，上远。没有飞锁了。你自找的。啊，好多了。又有敌人要倒霉了。再补个指甲。没有飞锁了。烧尽一切，稳站好。还没准备好。嘿，你忍心看着吗？六合萧条，万境宗灭。谢谢。狩猎开始，狩猎。多谢。或许我们可以分享宝藏。得做好万全准备。扶我，扶我，救我一下，救我一下。哼，短暂的忍耐。嘿，你忍心看着吗？嗯，这药不错。大了。更能打的吗？被地上扶炸死了。说的是游戏啊，游戏卡吗？暂时的失败而已。他没有返回了。调下马力。
放的是这个动向。现在好了吗？现在看着还卡吗？看耐卡吗？看耐卡吗？看耐卡吗？进个房间看一下。进个房间看一下。看到我是怎么做的吗？不行，还是卡。不行，还是卡。